我叫李丽娟，今年45岁，来自河北邯郸。我19年收养了76个被遗弃的孩子。19年？对。你今年的心愿和这个是不是有关系？对。来，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是给我孩子们12个小板凳。12个小板凳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心愿？这跟我的经历有关系。那我们说说您的经历。我在80年代末就嫁给了一个劳改犯，因为我从事的是医生。说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别人都说他在吸毒呢，我就不相信我的耳朵，他怎么会染上毒瘾呢？我就去找，拄着双拐找，找到他的朋友家，我简直惊呆了，发现他真的在吸毒。我让他回去的时候，他竟然把双拐夺下去，直接就给我开打了。有20多天，他回到家里，给我要钱，我说家里的钱已经都让你洗光了，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你给不给，不给就拿刀开始砍我，我的腿上，我们看见了，还有疤啊，缝了十几针。后来呢？有一天我的朋友来找我说，丽娟呀，你快去吧，那个孩子的爸爸把孩子卖了，你婆婆让我。
他说你能帮帮我吗？他说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。两个月以后这个大姐来找我来了，给我说现在有一个矿井在转让，你能不能接手60%的股份？我说多少钱呢？他说20000。你哪有钱？我哪里有钱呢？我根本就没有钱，我就借了20000块钱，就开始了矿业生意。有一天我就发现有一个小女孩在矿工的这个工棚前，有的工人给她吃的时候让她学狗叫，我就想起了我的儿子。如果我的儿子让我找不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孩子会不会也像这样让别人欺负挨饿受冻呢？我不由得就挤进去把这个孩子抱起来。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他的爸爸矿难死了，这个时候我就把这个孩子抱起来给他们说，如果他们家人来找的话，你告诉他我是这儿的女矿主，我叫李丽娟。这个时候我就把他抱回了我们家里，就开始了收养孩子的。就从这个开始，这个、对，从这个小女孩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曾经你想到了你失去孩子的过去，对，所以你毅然决然地把她收养了。对，接下来就开始停不下脚步了是吗？后来就别人知道我收这样的孩子呢，就往我那儿送。一开始是送的都是矿难的，后来渐渐就是收有残疾的孩子。嗯，那你最多的时候收养了多少�孩子？最多的有一年有11个孩子。最大的多大？我现在最大的孩子已经结婚了，我是老了，我5个姑娘已经出家了。哦，恭喜恭喜。最小的呢？最小的才2个月。这影响了你做生意吗？在前期都没有，现在2008年到现在矿井停下了，生意停下了。啊，有给你造成多大的经济负担？有没有负债之类的？有，我原来有存款100多万，将近200万，到现在负债还有200万。你现在还负债200万？哇，那你抚养这些孩子的经费从何而来呢？大多都是借的吧，我爸我妈我哥我嫂子我姐还有我的好朋友。我请教一下，一个月要多少开销啊？而且他们住哪里？我一开始在武安市里边，我有别墅，在孩子少在别墅里住，随着孩子的增多，矿井停了，我跟着孩子就在我矿井的附近一间一间的建。现在我们家有20多间房子。那吃呢？吃，我们家如果说今天一天吃饭的吃面食的话，14袋面。这钱哪来啊？这钱我们当地政府给着一部分，我自己还有种着20亩的玉米地，还种着5亩的菜地，还有10几头猪，还养着100多只鸡，50只鸭子。这样的自给自足，其实还挺好的。是挺好啊。那这是吃，那还有穿啊、用啊，还要上学、读书怎么办？学费啊，各方面。9年义务制教育，学费是国家给免的。上高中、上大学的孩子呢，就要孩子们跟我辛苦一点。去我摆个冷饮摊，你还摆了个人对卖雪糕卖饮料。是什么支撑着你让你有这么乐观和的经历啊？因为我的生命也是我的孩子们给我的。因为我在2003年被打劫了，头上缝了78针，到医院以后抢救无效，最后宣布死亡。那怎么办？那你今天怎么会站在这儿？对呀，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那儿有一个传统的习惯，会说上边有老人下边有孩子，离了婚没有家的人是不可以过夜的，马上拉到火葬场去，不能守灵的。对呀，去火葬。在这个时候我的孩子们就跪到我妈妈面前给我妈妈磕头，说姥姥，刚才我在晃我妈的时候，我妈，我看到我妈在跟我们说话，我妈在跟我笑呢，我妈没有死，你就让我守我妈妈3天，我妈养我们多不容易，就这么着我奇迹般的活了。这个时候我的医生告诉我太神奇了。所以说李大姐真是好人有好报。她说她还有200万的债呢。对，这200万的债是怎么回事？因为先前都是矿难的，没有毛病，就是吃喝上学，
可是后面来的都是残疾的孩子，脑瘫的、脑发育不全的、唇腭裂的、眼球膜软化症的、重度心脏病的，一度去医院里治病，我就把这钱累下了，这账就累下了。但你这200万是都是亲朋好友借的？嗯，对。那为什么你今天的心愿不是说我要把这个债还掉，就是、我是要12个板凳呢？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妈妈，我的孩子们每天回来做功课的时候，要等到这几个人玩完了，那几个孩子才可以坐下来玩。我想我的孩子们不输到起跑线上，就得好好学习。所以最基本的是让他们吃饱了，能上学，能最基本的能完成作业吧。特别想问一个问题：你的亲儿子，在你收养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，他有没有不快乐？因为他本是你的唯一，结果却成了很多当中的一份子。这是我人生中最对不起的一个人，就是我的儿子。因为我收养这些孩子从来没有跟他商量过，而他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他说，妈妈，你走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多孤单，你给了我这么多的弟弟妹妹，我都是很幸福的，妈妈你不要介意。而就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再没有体谅过他的心情。你儿子今天来了吗？没有。儿子虽然没有来，我们今天请了他收养的一些孩子来到我们的舞台，来，我们掌声有请他们。哎呀，好可爱的四个小孩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四位小朋友自己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天喜，我今年9岁了，我是爱心村第20个宝宝。来，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多少号？大家好，我叫李国豪，今年7岁了，我是第29个宝宝。他是什么情况？他来的时候只有4斤多，但他的4斤多，对，他身外边有一大瘤子是6斤多。4斤多，外面有一个瘤子。对呀、啊，你看，这个。哦，做了手术、做过一个手术，这也是你给他做的。你笑了啊，你最漂亮啊！你看你的酒窝，来，你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小乔，今年7岁了，我是第28个宝宝。李丽娟是我的妈妈。哦，你比他前一脚，他29，你28。嗯。他是什么情况？小乔是肛门闭缩，就是咱们所说的。无肛门，对，也做了手术。对，他是怎么来到爱心村的？他是被扔到小桥底下的，我们叫小桥。来，你最可爱的。大家好，我叫大乔，今年7岁了，我来自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。嗯，我是第27个宝宝。他是什么情况？大乔是被扔到大桥底下的。这姑娘这么漂亮。对，因为她原来食管气管漏，就咱们不是两个通道吗？而她食管气管中间粘合到一块是通的，完了做了3次手术。好，大乔小乔啊，好，12个板凳是她的心愿。今天我们的投票就不用投了啊！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想让她实现愿望。接下来我们看看门后到底有什么，好吗？来，要让我一起倒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哎，去看看，去看看那是什么？还有桌子呢，宝宝。好开心啊，这些孩子好开心啊，有凳子，有桌子的。12套桌椅是曲总捐赠的啊。您真是很伟大，真的向您致敬。加油，继续加油。再见。谢谢大家。再见。